一零二三世纪客家博览会，一刻中央提防该失望的提准批动中，作为参观整体戏，政府机关每次每改到对海外归来的客家人才。实体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做编辑的唐建台，伊系苗栗公馆的客人，也被就受到邀请来做二零二三世纪客家博览会的咨询委员。我讲到博览会世界馆、台湾馆的规划，就讲一下内部和完全无共识。一加入 VIPC 啊，古巴哦，各位。讲到海外客家发展，各个目前都当紧。在许多纽约联合国总部周边一个安东人嘅唐建台，系苗栗公馆客人。其实，伊个世界各地来考察客家历史，还佮出版一本《千年客家》。退休转台湾国后，还受到邀请来做二零二三年世界客家博览会咨询委员。有安东人丰富海外经验嘅唐建台，其中因为台湾同年安都世界客家嘅总管麦祖木中央，二零二三世界客家博览会，台湾而企图全球客家嘅中心。台湾。基于一个中心的 TV 吼，积极主动同海外联络。台湾的客家人应当要像犹太人一样，开始要向全世界发出声音。不过，看电视的客家博览会，零二零二三年办的时间全部记久的。不过，一下展馆的规划，白事都很忙有一片。唐建台超当笑。前期对安阳的进行一个工程，安阳设计都带安阳展示安阳客家文化。太个穷海穷样的说法没有清楚，包括一世界观，我让展现全世界客家，个人台湾观，各人是尤其因为台湾观的部分，都也很忙讲有实际的个想法。政府的其中全球客家促权，打造世界客家博览会，对抢海外客家人才来开始，不过让系同专业同集体意见强硬起来，不惜党体的抗议。黑新闻联播员王英车副分子陶燕苗栗报道。